I wonder why Ur has called 250? The moving moment. 小伙子，家里一会儿来人啊，你乖一点，听见没？来了。你跟他玩一会儿，你得哭。大大大大大！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奥斯卡。你家这狗这也太热情了，把我身上都吸满了衣服都能脏了，我还回打交代呢。都说了让你别跟他玩，这还是事儿吗？我上德牧上给你买一件衣服，现在德牧搞活动，都是大牌还包身，点击评论区还能领福利。哇哦！是吗？我也去看看。让你乖一点，你就是不听话，还敢顶嘴，给我滚！How to drive Ur crazy? 我就睡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以后肯定领你出去溜溜，骗你我是狗行不行？不能骗你。出去吧，我睡觉了。一个小时后。想出去玩啊？我不去。哎。骂我，骂我，我也不去。我是狗，溜溜溜溜，汪汪汪汪！哎哎哎，干啥呀？想啥瓜 ？What an actor！ 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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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再这么瞅我。完犊子了，完犊子了。When a dog gets jealous. 大哥决定哄哄贝贝。过来。看来真的很生气。Are you toying with my emotion?干啥呀，贝贝？不就一点吃的吗？咱家差这一点是吗？啊？你干啥玩意儿？你 ？You look like a joke. 是门是开着的。What happens if you disobey your dog's order? 养哈士奇的注意了，当你家的狗子来回旋转跑的时候，它在惯性蓄力，然后必将有大事发生。我操！What a cutie!
Let me unwrap your sweets. 喜欢吃糖的哈士奇看见炕上有糖就坐不住，多次尝试偷一颗都失败了。他在想怎么办。他还偷偷瞟我一眼，看着认真的眼神还挺倔强。